你有那么严重吗？先生，你可以再激发点。抓一个火，然后倒点。不要拍、啊。我刘师好辛苦、啊。你怎么不笑了嘞？还是你有感同身受的感觉？自己在上班的时候遇到那一刻，他就不要再忍。哎，不要喷出来啊！不要喷出来啊！对面是女的，啊，对面是工人，没差，喷了。冷静。我觉得平常压力太大吗？我笑了。感同身受。你笑了。你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什么？消失了。不要看我。没有按到了。是吗？不能被看，被看就笑。我你很招，很高招，我看着他就笑了，我就不讲话。没有废话是吗？没有，他现在看到我脸会想到那个直达。